您好，您是茶水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哦，谢谢副主编。怎么这么小一杯？ 慧珍，朱云跟你联络的时候，还说了别的没有？他就说让我们注意安全，顺利完成工作。副主编，你还是头一次叫我的名字。怎么可能？真的。 你以前都叫我那个实习生，要不就是后勤部，要不就是直接喂喂喂喂喂。